揭幕。在大家见证之下，谢金江新妇的老相片新生命，从即卖开始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展览。到几岁以后才又去当兵的？还是每一张老相片背后拢有一段珍贵的故事，也记录着规个鹿角乡的发展历史。高雄社区发展协会为了保留这珍贵的历史资料，是特别整理谢新妇所翕的四千多张相片，而且找到老相片中的人物，记录当时的背景和故事。找到他本人，请他说这个照片的故事，就把一张旧的照片变成有生命的照片啊，因为有故事，所以叫做老照片新生命啊，就让他有一个生命这样子。谢新江新妇对着鹿角乡的乡民来讲，是相当重要、受人尊敬的一位外国人，而且相当喜爱摄影。谢新妇是常常骑着一台欧多麦，摕着相机，在早期困苦的日子，留下一张一张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小时候都拢真捌伊啊！啊，阮做囡仔足爱去这个天主教找伊耍吼，因为有通食，也有通穿，上主要是要互伊翕相。我相信，包括很多的老一辈的人看到，都会勾起回忆。那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当时吼。那我想从这些老照片里头，真的我们要学习一些传统非常难得，而且渐渐在流失的东西。包括人情味，包括我们的这个民俗，包括我们的爱心跟关心。每一个所在都有相当珍贵的历史，但是往往都无文字的记录。透过谢新妇的每一张老相片，以及在地长辈所讲出来每一段历史，对此会当了解谢新妇是记录鹿角乡近代发展的重要人物。谢神公神父在鹿谷47年，他自己照相，自己冲洗哈，全套都自己来哦。从早期的黑白到后来的那个彩色，都是他。他都为鹿谷乡留下很完整的一个，用画面来表达这个鹿谷乡的那个成长的过程，一个历史的记载。高雄社区表示，这次谢新妇的老相片新生命展览，拢总有36张的相片，甲伊背后的故事。若是有兴趣的民众，为即卖开始，为期3个月的时间，不妨会当前往参观，为相片中了解台湾农村早期的生活文化。记者王祖如、张波多。